曾志熙外形甜美，气质清新，自然又精湛的演技备受外界肯定。他在三立最新八点档复仇大戏《天道》中与谢承君有一段感情虐恋，最后却发现两人是同父异母兄妹关系，爱上错的人而变成悲剧的恋爱。最新剧情中，曾志熙卷入谢承君与王振富的兄弟斗争之中。为查询真相，曾志熙穿上水手服勇闯酒店，没想到曾志熙上围太丰满，水手服又大开身臂，让曾志熙的好身材完全遮不住，美胸深沟蹦出，让网友全歪楼直呼：我只看见曾志熙身材好到爆。曾志熙在《天道》的新角色演出，让网友抨击是恋爱脑，谢承君则是一步一步揭开自己要复仇的暗黑心态，引来网友不少讨论。曾志熙也发出合照说，虽然文瑶安杰让大家气得牙痒痒，但仔哥志熙还是很可爱的，大家不要生气。